单宏宇、李东明。下面比赛开始。就选择选，听我口令，预备，三、二、一，开始。单宏宇获得开球选择权。喂 ，OK， 各位观众，欢迎您通过企鹅直播平台、中国体育直播 TV 平台，观看中国四平智诚中央公园杯2018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分站赛第二站 TV 一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大家下午好，我是阿苏苏金元，今天与我一起在解说评论间为大家搭档解说比赛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式八球著名的球员西宏宇西指导，西老师您好。大家好啊，大家下午好。我是西宏宇，我也是非常荣幸啊，请到我的好朋友西宏宇老师啊。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来自哈尔滨的李东明，对阵准备上场击球的来自吉林白山的单宏宇。比赛采用13局7胜80分钟限时，双方轮流冲球。本场比赛也是两位选手败部的复活赛，获胜的一方将进入到比赛第二阶段，而输球的一方将遗憾被淘汰。对，这场是谁输就被淘汰了。对，单宏宇也是第一场输掉了比赛，输给那个陕西的那个张慕言，那个14岁的一个小女孩。14岁，然后是被礼让后一球。对，让后一，因为那个是头一天的比赛嘛，前两天那个这边的天气也是比较热。是的，这个可能场馆也比较热啊，对，可能环境上啊，对，这个单宏宇，因为他身材毕竟，明白，很胖嘛，一热就比较吃亏了。那其实啊，我也知道您也是参加的比赛，怎么样战绩？我中午打的啊，也是败部，败部最后一场，是7-0是吧？啊，对。恭喜恭喜！那今天晚间8点还要参加抽签仪式。对，8点抽签。咱们先结合球局啊，看看这个花色球啊。李东明来自哈尔滨，这个来去传一下啊，传一杆。那还是要控制12号球的位置啊。对，应该得。还可以接受。看看会不会选择来打14啊？来打14的话，这球也不太好处理，因为黑八这个位置，啊，这14角度有点大，而且后面还有一个目标球哈。这个但是还可以啊，这个球，看用低杆啊，低杆点进，轻轻的点进，啊，刺杆了啊，这也是想那个白球啊，他。不让他跑近一点啊，对，不让他跑太远，就是轻轻的低杆点一下，白球横着往旁边走一点点。但是因为要翘起后吧，等于这点位扎太低了啊。而且这球一定要打得稍微低一点，所以打得稍微低一点的话，他就容易这个刺杆。单宏宇的好机会。
是不是来过来叫四号？这个角度是不是有些直啊？嗯，这个有一点儿向下的角度了，啊、有一点点。看我会来去低杆来去踢一下六号。嗯，这个沙宏宇的左手啊，打的也是非常不错。是啊，就是一般的基本球，左手他都能打进去，都不会掉哈。嗯，沙宏宇的球风也很快，是。不是特别爱用架杆，明白，所以他经常也是用左手打。看看啊，来这个高杆来去推过来，八号打左下角的地带啊，这七号还是有一点角度、嗯、看准度吧，看看准度，我估计应该是会不会轻推啊，选择了 A， 哎，运气啊 ！Lucky ball 来了，沙宏宇胜，一分一比零，该是你的还是你的。目标带，嗯，在这里我们感谢四平市人民政府、四平市智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乔氏、中氏八秋台球桌、农夫山泉饮用水、红宝来饮品、刘伶醉白酒、企鹅直播、中国体育直播 TV、野豹台球杆、威力台球杆、LP 球杆、波茨杆、英国世创6811台泥。比利时雅乐美台球、纳布斯台球专用纳米擦杆布、九万级球器、优泽智能球房系统、爱跑光影桌球等合作品牌对赛事的大力支持。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台球圈有料”，查询比赛的相关信息以及抽奖活动。那西指导也是很荣幸请到您在官方评论啊，这个很多球迷爱好者啊。都会有的时候向我询问，或者找周围的朋友去询问，您到底"西宏宇"这三个字是哪三个字？其实那个按照身份证上的那个啊那三个字呢，其实正常来讲是错的啊，但是改不了了，因为时间长了改不了了。嗯，我身份证那个这个那三个字就是"红"字是对的，剩下两个字都是错的啊，所以没法改了。哪有姓那个溪水的"溪"的？其实正常的是没有三点水，没有三点水这个溪是吧？对，但是现在身份证不好改了。那雨呢？雨是宇宙的雨，宇宙的雨啊！身份证给我整个羽毛的羽。红是红色的红啊，对，红色的红。好，朋友们记住了啊，溪是没有三点水的溪啊，红色的红，羽毛的宇宙的宇啊。但是，这个官方得按身份证上来。明白，明白，明白。现在局面全色球还是占优势啊，这个现在只能打五号了，看打五号要不要抓两库啊，上去调整六号球，这球只能打五号，来去叫六号也可以，嗯，估计要用左手啊，来选择这个角度有点大呀，可能也是五号是不是得够着打吧？对，五号应该不舒服，看看准度啊。没问题，没问题，空心。这也是单宏宇的特点哈。对。这样的话，五号来去叫六号。会不会选择抓一个选择一库两库两库的线路，这样的话白就贴库了，其实他应该可以中高杆的两库，他选的是一库推，用那个加的左塞，现在这个不好走位了，需要立起杆尾，这下麻烦了啊，嗯，这个都没有下了，要跳球了，
沙湖雨应该是刚理的发啊。对，很精神。啊，这两个球都有下。单宏宇在2016年的天津站大师赛当中，曾经在比赛当中19分钟啊零封对手，当时也创了这个比赛记录了，应该是超快。单宏宇打球的风格就是比较快，不拖泥带水，而且考虑的时间也不长。像这种风格的球手，一般来讲都是有足够的熟练度来支撑啊。对。看看这个勾七号，这个角度好像有些微妙啊。这角度好像不太好勾，好像勾不到七号啊，感觉。得需要啊，加的右塞。对，加的右塞，这球直接勾应该勾不到的啊。也没有给那个李东明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个球。15号应该是右下角的底带，应该是有下。这球也不太好进攻啊。带口球应该是打不到的啊。他会不会拼9号就右侧中带呢？如果进攻的话，应该就只能打左右边的中带。10秒。啊，15号这个底带有下。开始。选择的跳吗？要跳带口球，还是防守一杆？选择的，啊，他是想给他扫进啊，扫进，对，根本就是没想着防守。这个局面。有的时候在选手们打起来防守的话，有点不甘心哈。对。但是如果说单宏宇这个球还是这局面还是有难度的啊，这个4号就必须要 K 一下。这个低杆不够啊，本意是想从这个1号的右边来绕过来。然后留出这个向上的角度来去 K 一下，那这下麻烦了。单宏宇在我们中式八球国际积分榜上现在是位居45位。排名吗？是排名。排名。您是35，他是45。35就比较尴尬了。离种子选手就差3位。我没别的意思啊。但相信啊，您还能打回来的。也不太容易啊。那这球来给把1号帮进，来做一杆防守。这球其实轻轻推进，用11做也可以啊。10秒。5。即使能打到的话，这个局面还是。很难受，8号就在左边中带下方半贴库的位置。看看这个单宏宇这球怎么处理啊？防确实也是不太好防的这个球。如果要是您在场上踢球的话，您会怎么选择？这个确实也需要考虑，需要叫个延时。对，估计差不多要延时了。10秒。
岩石，一样也是岩石。是的，因为对方的球已经布阵布好了啊。对，而且这个对方还有带口球，所以确实不太容易防。看看，该选择一个什么好的办法比较合适。不然就大力出奇迹。有的时候这种局面，嗯，也可以选择这个大力出奇迹的这种啊，把这个对方的那个局面尽量的就是打乱一些。打乱一些，嗯。可能你都已经设计好了，但是我一杆打乱之后，对，还得重新来去思考。看看李东明会不会这个选择先把黑八来去 K 出来，这应该是可以先打十一啊，先打十一的话，来用这个十三可以去 K 一下啊，他选择了用十五来直接把上来先去解决，对，可以了，还不错啊。这颗球可以用低杆啊，低杆来横台弹一库来叫十一，选择的推过来，这样十一角度有点大呀。嗯。这球要打十一啊。还好十二号在带口附近啊，不需要太多压力。好球啊，还是可以，这球可以先把十二打掉啊。低杆的左塞啊，来去从十号的上方绕出来，比杆法用的要低一些，也可以啊，也可以高杆一库来叫十四，用十号来去叫黑八都可以，看他怎么选择，应该是来叫十四中带了啊，看看力度小了一些。也可以啊，轻推进就可以。还是喜欢把这个力放出去。这样的话，这个角度十号的角度有点偏小了。嗯。其实这球轻推啊，这角度大一点。大一点，它。但是便于走位。对，便于走位了，它正常的推进就可以了。这个。现在这个球推不好，有点小的话，对对，要发力了啊，要发点力了。就是给自己造成了一定的难度。这球应该没有问题啊，就稍微薄了一点。李东明这个打球也是比较。老道啊，嗯，比较有经验，也是中式八球大师赛的这个老面孔了。对，第二局李东明胜，比分一比一。那西指导，这个您最近是在更多的是在哪个城市生活跟练球呢？嗯，谢谢。最近是。在秦皇岛。秦皇岛啊，因为那个最近北京的天气十分的炎热。没错没错。嗯，但秦皇岛特别的凉爽。是吧？嗯，特别凉爽。海边啊，好地方。而且四平这边环境也特别好，刚才又下了雨，感觉特别清爽。就感觉今天要凉，稍微凉快一些。前几天都特别热。就暴晒哈。嗯。因为北方的天气就是。嗯，它不像北京属于闷热啊，这边属于那种暴晒的那种干热。但是一旦有阴凉的地方，包括说傍晚或者晚上，对，哎，太阳一落山，比较舒服。你看上后雨也是。第三局不停的擦汗是。尤其是 TV 台这儿是，相对来讲是最热的。没错，因为它要照顾整个拍摄的这个环境跟画面的这种感觉，灯光也会给的比较足啊。对，白球没控制好，运气啊，这个是运气不太好。
那像其实呢，我们也知道，通过总决赛也好，包括之前的比赛，您的冲球也是非常的好。先后自由球，我冲球是、应该是一般。一般。我冲球不怎么好。我冲球还是缺少爆发力。但是有很多准备参加大师赛的这种爱好者呀、也都会想询问，就是说在咱们这种十号绒啊，包括咱们的金腿啊，以及百球尺上，怎么样才能冲出类似于张鲲鹏啊、杨帆啊、郑宇博那样的特别好的冲球？您作为职业球员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这个还是需要，平常还是需要练习的。练习的啊。因为你不练习的话，你就是一个是冲不出那个力来，再一个是冲不出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必须得要练习的。那关于白球的打点呢？您作为平时观察来看，白球的就是炸球的时候，白球这个点一定要打得准，包括前面第一颗球那个点一定要打得准，就是这脸上。如果说要是歪一点的话，就不行了，就效果就不好了，就没有足够的力去挤压中间。白球的那个点和第一颗球那个点打得一定要准，但是也得有那种爆发力。明白，是力量打点双重的结合才可以。对。这颗球打得有点快了啊，其实想来去叫五号。这样的话，这个花色的局面要占优势了。看上回宇要借下吗？借六号。哦，差一点。顺势的把这个六号给顶到库边上。对，给六号给打死了。现在这球台右下角这个位置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感觉十四号感觉打不到这个进球点啊，应该是能啊。刚刚好啊，这球非常的准。十五中带来叫十二号吗？来先叫十号啊，但是力度小了一点。看看用九号来去，继续来去叫十号。可以叫中带了啊，这个十号。好的啊，这个球叫的非常不错。瞬间判断这个球面的能力啊非常强，对，纠错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看一下这个中带来去走什么位置啊，来去好叫下边这颗球啊，来去先叫下边的这一颗十一号，然后白球从八号跟五号中间上来，这球得叫加左塞。哎呀，力量刚刚好，刚刚好啊。单宏宇是来自吉林白山啊，所以说这次也是在这个本土作战啊，四平也属于吉林省，所以观众们都非常喜欢他，看的人也非常多。运气不好，白球贴库了。这时候刚才这个中带可以，没问题啊。单宏宇比分2-1。我是朱亚文，我在一帮人，专业顾问上门量体，高端品质匠心缝制，上门定制我就选一帮人。
第四局，李东明开球。上一盘单宏宇也是用非常好的准度啊，把这局面扭转回来了。这个也是单宏宇的一个特点，特点啊，这以准度来见长，见长。这个也是没有给对手一个什么好机会啊，只有上边这个十五号可以打，但是风险太大了。嗯，一旦打不进，打不进的话就要留机会了。对呀，就考虑吧，就给你一个陷阱或者说一个破绽。花色球还是局面还是比较好。嗯，果然。嗯，看看运气啊，运气。这一号好像是有下吧，一号应该是有下啊，轻推来叫七，哎，这球。失误了啊！是不是注意力都想着在 K 球上了？嗯，可能多少有一些不太集中啊。这杆失误对于他来讲也是白球，还是有点贴库，贴库影响出杆了。看看怎么选择啊！这球选择打三号中带。这样的话，看到五号吗？五号应该是，应该是够啊，不够了五号。其实他刚才那个三号轻推的话，应该是，这球有吗？放回去。没有。嗯。而且这个球已经是这个角度，刚才摄像机这个角度啊，已经很明显了。那个球应该是没有下球的。他可能想加一个旋转之后啊，看能不能够偷一下。没有旋转啊。白球点住啊，来去。叫十号，其实这个十号来去叫位的话，这个应该去慎重的考虑一下，来叫来去怎么叫啊？这就可以低杆低一点啊，来可以低杆低一点啊，来直接。做十四，哎，十四这边没有，十二，十二号，十二就下。嗯，这个位叫的还是比较细的啊。好像有一点的碍事啊，有点碍事。啊，我们看李东明这个，李东明对啊，这个很绅士啊，很绅士啊。他正好是坐在这个单宏宇的对瞄准的这条线上。之前波茨也有一次，也有个对，也有一次比赛也是，对德勒黑啊，对对对德勒黑，也是一颗比较关键的球。没错，嗯，啊，这个就还是有点别扭啊。也是没有太过多的强求那种杆法，也是你只要我过来之后以进球为主，但是这个球角度有点大了。看看高杆来一库弹出来，一定要过八号球，没问题啊，这个力度刚刚好。
定在那儿就可以了啊。没有问题啊。这两颗球对于单宏宇来讲，问题不大了。应该是用加长板了啊，这个够不到了。这颗这就是这样的球，可能一般的选手应该是有可能会够到，但是单宏宇就是可能会稍微吹白球这个位置，他就是有点够不到了。这单宏宇他自己也知道啊，这个现在也开始在节食啊，包括在这个做一些瘦身的这个运动，但好像没有什么效果。你自己敏感太淘气了，可能这东西得慢慢来，慢慢来。那西指导，这个您现在使用的是这个九球杆啊？那么您以前的职业生涯当中有没有使用过小球杆呢？最早的时候用过。好了，那问题来了，很多爱好者呢都想询问职业球员啊，这个打中式八球啊，大头杆、小头杆、波茨杆这三种杆啊，他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您从职业球员的角度，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各自小头杆呢，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会要求的这个，就是那个技术动作可能要求的比较严一些，更严格一些，更严格一些，可能是比较适合就是年轻人。如果说这个年纪偏大一点的，就感觉打着会要累一些啊，就是没有九球杆那个那种，就是不需要太多的杆法，就是好多就是推了点了这种，因为它接触面更大嘛，更好使上这个力。第五，波茨杆呢，可能就是可能结合两者中间，但是还得是需要适应，可能有的可能没用过波茨杆，可能是他可能会有一段有一个阶段的适应期。因为这个波茨杆毕竟是刚就是最近才那个明白才接触这个波茨杆，因为之前都没有，是的，好多这个打球打了很多年的这个都没接触过这个波茨杆，也是刚刚的才接触，所以是要用的话就得有一个适应跟结合。这球推过来应该是做防守了啊，对，这一天然的一个防守的机会，但是注意九号跟十五号的关系啊，哎，刚刚好，这个力度，对，他也知道，如果我小力的话，虽然我可能会做到，但是我白球跟或者我这个九号球跟十五号的如果贴在一起的话，我后面进攻也不好办了。对，抓了一个小细位，他要是劲儿大的话，可能用九号就不打到五号旁边。对，球闪出了一条缝隙啊。如果单宏宇能控制好的话，十四号就从二号跟六号中间也可以去保进。但是十五号还得需要，对，十五号还得需要 K 一下，看看他怎么选择吧。但是这种球应该尽量的要先去 K 他，早处理。对，早处理。还是来选择防守。那其实他刚才说的这个也是一个职业球员常用的一个思路啊，就是难度球在你球多的时候尽快的早点来处理。对，你不能留到最后来处理，因为最后你来处理它，万一没处理好，你可能就剩一颗了。那对方就各种就可以控制你了。对，对方就可以做防守就比较容易了。其实现在这个局面可以找机会把十五给打开啊，因为对手这个二号跟五号这个球是不太好处理的球，看十五有没有，十五能不能打到啊？要十五能打到的话，可以打十五，应该是打不到。来选择传，哦，这是来去控白球了，对吧？把十一来打到下一。这个就是一个布局，这个也是对思路啊，便于这个衔接或者带开十五号。对，
来打三号。我把你的这个派的这个工兵我给你踢走。哦，这是这个思路也不错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还得想别的办法来防守。就是刚才这个他这个防守也挺冒险的，有一定风险。对，有风险。白球有这个向右边分离的角度，可以敲一下。这样。但是七号还是不够啊。是。但是他得益于周围的这个单色就全在七号附近，还可以再控制一下。目前也没有一个合适的球来去 K 他。那咱就看看这一杆。看看这个。对，顶完之后的效果吧。效果还可以啊，还可以。这个二号应该是能 K 啊，能过来直接 K 一下。从五号跟十四号就中间。对，但是这个杆法得抓得特别准，控制的好一点啊。杆法还不能太低。哎呦，有点够着。低杆啊，看看低杆来去 K 七，看看运气。哎呦，这运气不好，这七号还是不够啊，这下可麻烦了。他现在只能打七，那打七的话，山红宇这个球就都活了，局面是真不错。但我觉得这个不能打七吧。对，来勾一下啊！就我宁愿给你一个你能 K 到的，我宁愿留机会，也不能把七打开，因为那还有一半的几率成或者不成。来了，现在这个角度好像十四号，然后也过来看右下方底带有没有被挡住。山红宇看看考虑是要不要把他这个失误给打开啊。这球也冒险，确实有点冒险，也可以考虑先再防一杆也可以。还是不冒险啊。看看角度，这球可以来去 K 一下啊。加的右塞应该是刚刚好啊。这个十四应该是有下了，十四没有下，有下，有，那就是刚刚好球。好球，意图也很明确。这杆 K 球 K 的这个力度用的真是恰到好处。打个分，多少分 K 球这个啊，这个100分。而且意图非常清晰啊，就是我不用 K 开 K 散它，我只要把挡到前面这个球打开就好，对吧？但是效果太好了，效果是真不错。西指导这边也是不吝啬赞美之词啊，而且他也是可能也是就是那么想，是的，那个力度肯定这么想。对，好的啊，再准进，好球，四比一。
第六局，李东明开球。这个摆球纸，这个如果说炸球要是不进的话，就很容易给对手留下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刚才也是李东明这个炸球没有进，这个看看这个会不会来去带一下一号，哦，轻轻的带一下，好球。这样的话来去三号啊，五号来去传一下三号。嗯。哦，三号直接就有下，上劲儿了，现在步伐也快了。七号还有下，第一杆啊，刚刚好，有强大的准度支持啊。嗯，真是准。就是这种球势的这个情况下，沙红宇打起来就会非常的快呀。没错，感觉这沙红宇上就自己的球吧，左右逢源，哪儿都行。行云行云流水，对。西指导，这个很多的爱好者都会询问啊，说这个我们爱好者，因为皮头呢，它不同品牌，但都是型号都是一样的，有 H 是硬的，对吧？对。S 是软的 ，M 是中性。中性。那么您作为职业球员来讲，这三个型号里边。就是您更推荐业余爱好者使用哪种型号呢？品牌咱们不用说，就说这个型号吧。这个还得看个人的那种喜好，有的就是愿意用特别软的，软的就是 S 啊。嗯，但是我是一直用 M 的，用 M 中性的。嗯，好。其实 M 的它是软硬比较适中。明白。你像 S 的皮头呢，可能它需要打一打，它才会这个变硬一点。但是 M 呢，就是就不用怎么打了，基本上拿来就可以用。对，看看沙红宇的冲球啊，还是选择大力的冲球，但是没有球下。这沙红宇就。没有选择这种技术冲球啊，还是选择一种比较暴力的那种冲球。中带出现问题，可能比分落后吧。对，这个可能也是情绪上有一些有点着急了。嗯，这样的话给沙红宇一个比较好的机会了。现在全球的局面已经是非常好了。看看这球要从这个绕出来啊，又 K 到了，哦，运气还不错。由地杆一点可以先把三号处理掉啊。中地杆弹一库啊。有准度，这球不用害怕。力度小了，这球应该是本意应该是叫七啊，但力度啊二号还是有下，看得见，对。但是这个应该是他应该是本应该是叫七号，这个轻推就可以啊，叫七号的中带。看看七号啊，应该是有一个。向右的角度啊，走这个六号左侧的这个底带。好的啊，中杆弹一库就可以了。
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还将在官方直播间抽奖送大师赛纪念的扑克牌啊。大家呢可以关注台球圈有料订阅号，回复抽奖获得抽奖资格啊。那这边我们可以打出弹幕来之后，最后让西指导这边倒数，我们这边工作人员截屏之后，把中奖的名单三位啊，中奖的名单打到屏幕上。西指导也是难得请您到官方的评论间，那么您现在使用的这个美式球杆现在有没有收这个锥度呢？在前节上，一点点，一点点。好，问题来了，很多爱好者都会问说，我这拿着这个九球杆之后啊，我这个锥度收到一个什么范围更合适一点？其实建议，建议就是不要收太多，因为收太多的话前面会过于的。对，你可以一点一点的啊，你可以一点一点的收。明白。收一点呢，觉得效果不大，可以再收一点点。就一点一点的收，应小误大。对，应小误大，不要这个一下就是我就想要特别大的锥度，结果一收的严重了，前面变成特别细，对，那样就会影响打杆了，而且把杆都给打坏了。对，而且木头是绝对不要去动，前肢的木头是绝对是不要去动的。好的，我也是尽量捞一些西市长的干货。您不会怪我吧？咱们走来到这个球局当中，这也是李东明这杆有下球了，终于，但是局面还是不是特别的明朗。那这个十一跟十四号有一个粘连，看看来去，这颗球可以选择叫十五的左侧的中带啊，来去顺势来去踢一下这俩球，这两颗球啊，看看角度稍稍的小了一点。如果白球再往左一点，可能更合适、啊。对，这角度稍稍的小了一点。他看看这样的话，得需要发力了。要想 K 的话，得需要发力。看看运气啊，运气不太好。防守了啊。这个时间还有40分钟，打得很快啊！这打已经是6-1了，对，还没过半呢。这打的是够快的。啊，来去借下，好想法，好球啊！看看这球推过来，可以叫六号。这就是后斯诺了，尚浩宇的打法啊也是比较激进的，也是这个崇尚进攻，有的时候他轻易不防守，骨子里边也是这个对自己对这个自己的准度还是火力有信心，挺有信心的。哎、就是我倒，我也倒在冲锋的路上。对。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确实需要这样的一个，在关键时刻需要一些勇气啊。对。看看这球只能打到14。啊，挡住了二号。看看这球，稍后也会不会翻底带呢？这三号。这边如果对手有球的话，可以尝试啊。我最差我也可以把你的球顶到库边上。看看他能不能打到啊？应该是打不到左边，够不到那个点。哎呦，真准啊！随手一来，看看力度好的，刚刚好。
这个力度，来把十一，把十一给打走啊！哦，这球有下。嗯。啊，那结束了这球。准度又超级好。真准啊！这个对二号打的啊，而且这个位走的也是非常好。直接认输了，恭喜单宏宇晋级。恭喜单宏宇。朋友们，咱们可以在官方直播间打出啊，四平大师赛啊，大家可以刷屏了，四平大师赛。时间过得真快，还想跟真快，还想跟指导、这个、时间刚刚过半啊，再聊几句，结果这边比赛就结束了啊。这个马上是晚间是6点的比赛，那最后一个小问题吧，西指导，就是皮头，您觉得这个九球杆是这个美式球杆的这种爱好者，这个皮头用多层的好，或者您建议是多层的呢，还是单层的可能更好一点？我。这么说吧，您用的是什么吧？是多层的还是单层的？我是多层的。多层的。嗯，好的，好的，好的。那么西指导也这边也是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因为我们俩的私人关系特别好，也是特别的这个、啊、对，给阿苏支工作的支持。再一次我感谢西宏宇指导啊，别客气，别客气。这个精彩的点评，好，西指导，咱们可以倒数了，5个数啊。啊，来开始。好，开始啊，5、4、3、2、1。好，这边工作人员截屏之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直播间，您的名字，中奖的名字将打在屏幕当中。我们在这里，第一是感谢西指导，第二呢也是祝愿西指导本次比赛打出好成绩，争取咱们有时间啊再到直播间一起聊球。好，好，谢谢啊，大家咱们6点再见。好，谢谢大家。